哎，总监回来了吗？嗯，我妈都准备好了呢。准备冷面，烫着了。给你买瓶雪碧。给你。给你买瓶雪碧啊。喝了。给我妈买瓶雪碧喝。今天买那冰冰茶一点都不好喝。雪碧兑饮料里，兑冷面里好。兑冷面里。对。我今儿都想买了个超市。这玩意儿啥喝的啊？我都不稀罕。9.6。我这里这回没有啥大鱼大肉，就都是这零散的玩意儿了。嗯，把这个吃了，行，就剩这几根了，是吧？嗯。妈，嗯，这个拿着吃了。这还有那啥呢啊？大红米汤圆儿。嗯。这是冰棍儿，撒尿牛丸儿。啊，这个三文鱼。嗯。这个煎饺就是一袋，吃的得了。哎，烧水就开煮呗。小味儿嘎嘎的，快吃个花出来！剩根儿上，咋着？这个正好，嗯，这细点儿行，这挺好。这锅一股鱼味儿啊！这锅一股鱼味儿了，整的。那煎鱼煎的是吧？嗯。葱花香。弟弟，你看。排呗，排成排，正好。饺子，这个往上倒就行。嗯。小鸡蛋，挺好啊。煮的十分熟了，是不是蛇精丸了？十分熟。这是硬货呀，这个。嗯，硬货。这个喝完之后这么倦的肉，大牛腱子。这家挺好。这个大哥，那个够猛的了。啊。嗯。这玩意儿你得吃锅的。这冷面都泡上了吗？爸，泡上了这些，都泡上了，这家里那家还有，啊，还有呢？那得留着以后再吃去，那你吃一顿都泡上了，你吃不了还有，这个可以，嗯，这还挺过瘾的。哪天咱自己有功夫呼点，呼点，他这个有点软，他这个牛肉，他这个，嗯，面挺好的，脆皮儿的，嘎嘎的。这是饺子，这是面。哎呀，这家你看看，这挺好，挺好，挺好啊！哎，三层肉了，这是。哎呦，上菜。哎呦，吓一跳！整的心没底。你别总没底呀，总没底谁还能有底？这是显露人煮这玩意儿正好。这我都没敢上，我就怕不干劲儿了。这靠边站了。这学习学习的。烫一下就熟了。嗯。这咱这不是现压的，现压的那个朝鲜冷面更好，那种鲜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慢点啊。嗯。哎。给锅粉锅捞水粉的架势。光我那个。哎。捞水粉的架势就是这架势。看一下，这咔咔的，你看看它气势。哎，这家伙先来一波。这高冰箱炖的，这回炖的是汤了。炖的汤，你爸炖的。这是陈醋。你高的啥醋啊，爸？白醋啊。白米醋啊。高点这醋上色是吧？对对对。来点雪碧，这凉的。嗯。来半罐得了，来点盐，少来点小苏打，白醋给它兑。哎呀呀呀！哎，这就是做饮料，小时候做饮料就能做。起反应了啊！嗯。啊，完了起沫了，嘎嘎的。跟雪碧差不多，其实啊。嗯，就是那个味儿。这是辣的。嗯，你俩使大碗，我俩使小碗。啊。没茅台。哎。行了，就这些行。这可不少啊。这一会儿泡的完之后还得撒着点儿呢，不好办。哎，这是辣的，这个最多的这个。嗯。你喜欢吃啥吧？我给你多搞点。行。行。妥。哎，那就妥了。行吗？蒜末。那就老美了。香菜。嗯。对，就喜欢这三样。加蛋呢。啊。少吃点儿，晚上还得吃大餐呢，是吗？啥大餐？我哪知道？
妈，那啥，大餐今晚上我安排。我安排还能让你安排？啊，你输了是吧？可不输了吗？安排我们今儿牛肉，来点小芝麻。哎呀，辣白菜。哎，不用给爸包，爸不要。辣椒油我那来点，他经常怕给他辣。嗯，那得来点，你不来点辣椒油没那味儿。来点油。这会儿有一个这个大碗，你爸不开的话，你搞这大绿碗。大绿碗也行。嗯，看那玩意儿有点鼓。妈呀！不是吧？那个蓝边儿、啊，蓝边儿有一个花边碗，妈，我寻思找那个呢。花边碗啊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个真抽呀！往下抽，这个往下抽，哎，这个也不，哎，这个行，这个不太大，这个大，那够用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我说高这个，这个是丰收大炖菜那个，这个料上的有点猛。哎呀，整挺好。你拿点醋啥的行吗？你干啥呀？来个大碗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么晚憋了吧唧？哎呀我的妈！多刷一个碗呗！哎呦我的妈！暂停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别太酸了。他能吃醋，我可不要。我妈不愿意吃醋。好嘞，嗯。嗨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妞。今天是礼拜六，俺们这上房子溜达一圈，完了回来煮个大冷面，中午那个开饭。开早。那个明天是父亲节。父亲节快乐，好吧？好，明天提前一天啊！谢谢。那个晚上我安排顿硬菜儿。嗯。那天嘎登输了。在父亲节庆祝一下，是不是？你不输的话，你不也是哪年都拿回来？你的意思是吧？开玩笑，设计好了这都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过两天啊，一过过两天，提前一天过，明天再过一天，是吧？嗯，过一天。那不得过两天，尝尝大冷面吧。今天中午少吃点。行。嗯。这味道是绝了。哎呀，我这都不太酸。哎，我告诉你。不愿意整太酸。这有醋，那个辣白菜，你多放点辣白菜。嗯。这辣白菜酸口嘎嘎的。嗯。啊，多放点辣白就好了。辣白是酸。嗯。你尝一口。我愿意多放辣椒油这汤。我就上辣椒油得了，辣白可酸了。嗯，你们能吃醋就多放，我不愿意吃醋。就是爸多吃醋好。大蒜。就我爸昨天好像，昨晚上烧的水是吧？搁冰箱镇着。镇着。嗯。那咱俩小时候卖冷面的挣钱的，我一想起吃这冷面，想起小时候卖冷面的。嗯，这家伙，煮一大盆，就是没卖掉，就跟这差不多，还剩了是吧？嗯，一块钱一碗，没有这碗大，二的碗是不是？嗯，没有牛肉，嗯，就比这个碗稍微差不多。你尝尝这个可是个新鲜货，我都没吃着过。啥馅儿的？泡菜。泡菜。嗯，什么？啊？泡菜是啥？泡菜就是。菜馅的，嗯，咸菜馅的，粉条里边有，粉条圆白是吧？好像，嗯，好像是。你看，剩这点你不全倒了？嗯，给你来点。不要啊！你少来。我等我大哥今天早晨去，那个师傅说走线，走线人家在墙上都画好了，完了之后临时再问一下子你，他那个。哪嘎子需要改吗？需要挪位置吗？位置啥行不行？对，基本上反正咱们都是添几个，是不是？嗯。嗯，大体的没啥太大的改变。嗯。都能用上。走线也得走两三天。走两三天。对不对？咱们那个也没录镜头，那个这咋的呢？听不懂。是吧？对，他是河南那边的人，是不是？那师傅好像是，好像是。嗯。
完了那个俺们说他听不懂，他说俺们也听不懂。说完就找个中间的，中间解说的，我认识的，找个翻译。正常。那这里边的人也，咱们粉丝就能有听到的。对呀，也有能听到的。你这正常，其实经常说的都能听到。嗯。我爸也听不到。我还半拉胡骗呢，问他答应。你说他答应能行吗？你问你咋整啊？你说啊，行。我上点往下点啊，行。这个可不是说啥答应的事儿，你这得敲板行吗？你得敲板。捆上就好了。哎，这有粉条啊，哈。嗯，没有粉条。尖角。好像豆腐呢。素馅的吗？还吃的像有豆腐似的。炸豆腐汤，或者是大豆啊。我奶那时候一过年就包大豆腐馅饺子，冻豆腐馅的。冻豆腐馅。嗯。过年吃春天粽子，冻豆腐包饺子也行，没听说。嗯，那冻豆腐还能包饺子？嗯，你奶奶俩过年吃素，就是冻豆腐。他吃素，我也没吃过他那个素饺。那时候他没啥高，他不高那。你要像现在的话，嗯，三鲜馅的了，这个那的。对。那三鲜馅算不算素啊？不算素。但是馅儿里有鸡蛋，鸡蛋是大荤，鸡蛋都不行，是不是？对，我那能吃了吗？吃不了你酱啊？吃不了就瞧我这个样子。那外地有事，你瞧我干？怕你剩下吧？剩啥呢？我再给你调点去。那我不要。外地有的是。不要，我够。厨房里有的是呢。有的是，啊，有的是，还有呢。够了。怕你瞧埋汰。就是啊。嗯。啥意思？还有上赶药的呢。那碗没有我这多，你那是小碗之前的。汤多，又放两勺汤。这个西红柿，我愿意那啥，熬汤啊，或者是炖菜里头了放。给它整碎了。哎，就这样式的不大行。嗯，这点牛肉合算，我这来两块。一人来两块得了。嗯。嗯，太牛了。我不要了。我这里是牛肉，牛肉放不去了。来，你就要个，我这有，还半根肠啊！妈的！哎，你拿点，完给我完事。这是妈的，你吃吧。来，你看，过来。要给，要那冷面店这些牛肉就卖十多份儿。冷面店就给你搞几片薄，比我切还薄呢。两块。嗯，就借点牛肉味儿。嗯，反正加肉了。加这些牛肉，一碗冷面不得卖二十块钱吗？那不二十块钱？你算吧，一碗冷面卖二十块钱，咱这四碗就八十块钱。嗯。八买那些牛肉就五十多块钱。嗯。是不是？底子也就得八十块钱。嗯。还剩两个饺子呢，挺好。哎，我造一个，大哥，你造一个。嗯。哎呀，煎的有点硬，是吗？嗯。你能咬动吧？嗯，吃两个。吃，大筋大块，咋样？它本身已经就煎酥了。可薄啊！回头看看这个是啥馅儿，这馅儿挺好吃，咱自己包点行。素馅儿。有白菜，有粉条，这样。泡菜。嗯。白的，嗯，吃饱了，吃的挺饱啊，整的挺好。那个父亲节，大家父亲节快乐哈，父亲节快乐，快乐，嗯，那个叔叔们、哥哥们是吧？嗯，那个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嗯，感谢大家，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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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之快乐，拜拜，那个还有爷爷。爷爷、姐夫啥都有，都快乐，都快乐。